这是大厨在炸重庆火锅底料。这个大厨身负重伤，还在努力做菜。啊，太感人了，很厉害了。这是我们晚上的火锅，手工的底料，手工炒底料。果然每个重庆人都会炒火锅底料，是不是？也不是。你会不？我肯定会呀、啊。来，我们就是餐饮人嘛。你是做餐饮的呀？对呀、啊。做什么？做烤肉。烤肉啊！哇，可以可以可以。这个大厨是做什么的？我做超市的。超市。啊哈哈。会不会在笑？你蒸了几块啊？什么月饼？那是饼皮、哦、挑出来几个人试毒啊？我看你骨骼清奇就可以参与这个活动啊。我上辈子就是鹤顶红品鉴师，那么死的这辈子我不想那么做了。天哪，这味道也太香了吧。炒的时候你没来。我又来看看。我们的任务完成了哈。完成了吗？对。哇，底料好好了呀，倒到他那个锅里，一会儿冷了就好看了。对，感觉好香哦。哎呀，这撒锅上了。哇，天哪，这个味道！一会儿加点水，这个、味道出来了，简直受不了。帅了，切果盘的重任被我接下了。香油、芝麻油，上了，居然还有果盘。哎，除了芒果和哈密瓜，还有啥呀？还有苹果和梨吧。好喽。来看看我们冰皮月饼好了没？又冰冻了一个多小时吧。哎呀，感觉还可以吧。一共有两盘，另外一盘才冻进去，待会儿再拿。我们今天也围了一个品字形，本来不是很想围的，但是刚才那边有点下雨，从对面的那个考斯特的方向吹雨过来，所以为了我们能安生吃个饭，咱们还是把它围起来了。看看，这是我们的广东车友的鸡油菌煲鸡汤，哇，好香啊，这个味道。好啦，现在的菜上齐了，这是我们重庆小哥哥贡献的火锅。哇，这个辣椒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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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吃起嘛，吃起。各种配菜，我的小月饼在里面显得好小啊。还有一款。啊，我们今天一共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个人，十一个人，还有好多围观群众。围观有啥可以吃？来，我们烫点火腿肠。来来来来来，来来来来，吃个月饼，好看，好吃好吃，好吃。奶黄的，这个哇，紫薯和奶黄，很好吃。奶黄是我做的，那我就尝一吃。怎么大的没人要啊？真的好吃。大的，怎么大的没人？来，你要你要你要。我就吃小的，五角星我吃了两个了，国旗里面。小朋友，小朋友，小朋友来一下，更大的给你吧。你看这个，这个甜的，这个甜的，这个甜的。可以啊。真的，这神州星我看挺还厉害。没坏了吧？来看看我们的，只剩下三个了，好开心啊！还有还有，一会儿饭吃完还有，啊，相当不错。跟你们平时相比是微辣，微辣，微微辣，微微辣，一点都不辣，我们吃啊，微微辣。哎，啊，干杯！哎，别吵别吵，台上没有，哎，那个礼物都好新鲜哦。牛肉可以吃了吗？走吧，牛肉。哎，滑肉，一轮一轮的吃，有一点大学时候吃火锅的感觉，吃不到熟的哈。中秋快乐！耶！哦，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，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，所以我求求你，别让我离开你。好了，昨天开心的一天，今天就是开心的收剩菜。